欢迎收看今天文谦的世界周报。我们都知道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 Chip War， 晶片战争，当时张忠谋前台积电董事长大力的推荐了这本书籍，使得这本书籍到目前为止都是很多人非常认真阅读这本书。这本书呢，如果说有缺点的话，它可能在晶片战争里头欠缺从地缘政治，从美国跟日本之间的晶片战争开始看起，它看的是比较后面的晶片战争，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晶片战争，它欠缺一个历史更长的一个史观。而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的期刊 Foreign Policy， 它完全点出美国对于下个阶段晶片在全球的状态里头他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美国的半导体必须要振兴起来，美国要振兴半导体这个产业。为了要振兴半导体产业有两个理由，因为太低阶的工业化不是美国现在可以做的，可是美国要恢复部分的 IT 制造业，其中最好的就是半导体产业。其次，第二个，美国内心里头认为半导体技术是他们的，所以其他国家都是偷走他们的，所以应该你们都要还回来。这是一种属于川普嘴中直接讲出来的白话文的论述。第三个，掌握晶片，尤其是先进制程二奈米、三奈米、四奈米这些东西，它关系到最重要的。一个是国防，当然国防之外的航太跟国防本来就不可分，还有重大的电信未来的大数据各种运算等等，这都是属于一个国力的竞争力，所以美国一定要重振半导体产业。但只有美国吗？ Foreign Policy 说了一句话，无论是否发生地震，指我们台湾刚刚发生的地震，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建造半导体工厂已成全球当务之急。这个当务之急指的是什么？台湾太危险了，所以你必须呢把很多的晶片工厂在全世界，所以不只是美国，日本也是，德国也是，欧洲都需要在全球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建造半导体工厂已成全球当务之急。这是美国 Foreign Policy 本周所出刊的一篇重要的一篇文章，也代表美国现在政府最核心的看法，不只是他们美国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要复苏起来，你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要移到其他全世界去。而这里头一个重要的国家叫做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在广场协议1985年，当然很多人根本不记得啊，1985年的时候美国逼迫日本签下了广场协议，广场就是 Plaza Hotel，它有一度是川普所属的一个 hotel， 川普所属的饭店，在那里日本被迫签下了日元大幅升值，而日元大幅升值的结果导致日本非常多的产业因此倒闭，而也导致日本慢慢就形成了到了1990年房地产各方面的泡沫化，股市的泡沫化，然后整个日本的经济就变成消失的30年。所以日本经济学家跟现在中国的情况有一点点类似，可是不太性质不太相同。当时日本的经济学家认为日本会消失10年 decade， 后来就 decades 加一个 s， 现在叫做 three decades， 消失了30年。而对日本来说，除了广场协议是1985年之外，另外一个他们所签订的投降协议呢，是1986年，日本当时有一家全世界晶圆代工的巨无霸公司叫 Toshiba， Toshiba 是跟 IBM 合作，美国一直怀疑 Toshiba 偷了 IBM 部分的技术，于是由 FBI 设计了一个假的城市，结果 Toshiba 的工程师果然进去了，就被活逮。日本签下了20年不发展半导体，所以1987年当日本不发展之后，1986年日本不发展，1987年台积电成立，三星半导体成立，这个是所有的历史，很多人没有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对日本来说，这一刻他们跟美国因为中国的关系再次的结盟，它不再是广场协议时候美国全力对付的 Japan number two， 它现在是美国的盟友。在这个状况之下，它要重振它当年的经济，第一个就是恢复半导体。在恢复半导体里头，很著名的就是它邀请了台积电
到日本九州的熊本。在九州熊本这个地方呢，第一个厂盖得非常快，从2022年4月破土，只用了22个月，不到2年的时间就超速盖完了。那接着预定年底就会全面投产。但日本并不是只有要熊本这个地方，因为熊本地方所制作的半导体的晶片是属于我们所讲的成熟的，也就是24、48奈米这一类的。它在北海道还投资了260亿美元，准备发展2奈米的最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所以它想自己再造变成晶片大国。这使得全世界的晶片战争，除了台湾、韩国、美国，加入了日本。矗立在日本九州熊本市乡间一片低矮翠绿的高丽菜田旁，正是日本盼望借以重振晶片业的利器。台积电日本子公司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 Jason， I came to the opening of Jasmine today with pride and pleasure。张忠谋透露，台积电在2019年接到日方邀请，到日本开设晶圆厂。他在 JASM 开幕典礼上表示，这座工厂的落成不但能为日本半导体业带动一波复兴，也能提高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JASM 厂2022年4月破土动工，在建设公司动员数千名工人昼夜轮班，全力配合赶工下，只用了不到2年时间就完工，缔造熊本奇迹。比起几番波折的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熊本一厂完全是后发先至。TSMC is operating the plant as a joint venture called JASM。Electronics giant Sony Group, auto parts maker Denso, and Toyota Motor are the partners. 为了熊本一厂，建厂经费日本官方很快便完成法定程序。一厂还没完工，日方已在催促台积电建造第二座厂，并承诺再为二厂投资48.5亿美元。You know, TSMC has announced it will build another plant in Kumamoto,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agreed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that too. So the total subsidies are seen to be nearly $8 billion. 台积电表示，熊本两座工厂总投资超过200亿美元。熊本一厂新建总经费中，日本政府就补贴了40%。在1990年代前，日本原本是晶片制造大国。然而，风光一时的日立与东芝等半导体大厂，却在美国打压以及台湾和韩国的激烈竞争下，逐渐式微。日本经济产业省曾经警告，到2030年，日本半导体的全球占比恐将减为零。这种危机意识，再加上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供应链中断、全球晶片大幅短缺，以及中国对台湾敌对态势升高，暴露了高端晶片集中在台湾生产的风险。种种因素使日本决心加快脚步，重振旗鼓。Experience during the pandemic was a wake-up call for Jap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Now, demand for computers and games surged as people stayed at home, and Japanese automakers struggled because TSMC chips were in short supply. They were mostly made in Taiwan then. And the tech row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pushing countries to compete to get semiconductors produced on their soil. 为了弥补技术差距并刺激产业创新，日本政府选择的方式是大举提供外商补贴，鼓励外商投资。Semiconductors are key strategic products for Japan's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is first plant opening is extremely significant in providing a missing piece of Japan's semiconductor sector. 日经新闻四月间报道，未来3年，日本将对半导体产业挹注3.9兆日元，相当于257亿美元，占日本 GDP 的0.71%。相较而言，虽然美国将在5年内投资7.1兆日元，但占 GDP 比重仅0.21%，还不到日本的1/3。
GSM 已在2024年2月24号开始运转，预计年底就将全面投产。日本政府希望能重振该国身为晶片制造领先枢纽的地位，并确保当日本被夹在中美贸易冲突之间，晶片能供应无虞。日本政府能否如愿，专家学者看法不尽相同。Japan is now showing its presence in this new field with its competitive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for manufacturing semiconductors. I think that will help the country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stage a comeback. Even if TSMC produces chips in Japan, the subsidy will not be put to good use if there are not enough buyers here. It's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establishing more companies here that will be customers for TSMC.日本在2023年中发布经济策略修订版，终极目标是透过官民合作向晶片产业挹注总额10兆日元，并希望在2030年前日本国内生产的晶片销售额能攀升至超过15兆日元，也就是2020年5兆日元的3倍。台积电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半导体制造商，研究公司凯投宏观曾出具报告，指出全球最先进晶片中约有90%由台积电囊瓜。日本希望仰赖全球领先的制造商，以其专业知识为日本重建晶片相关的生态系统。TSMC excels in various aspects, not only its technology, but its personnel systems and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Japan lags in all these areas. I think this is a chance to learn from TSMC.这么一来，不但可在日本创造就业机会，也能为经济带来新的成长动能。不过，由于日本在全球晶片制造市场的市占率从50%锐减至低于10%，日本从事半导体相关行业员工在过去20年内也减少了30%左右，振兴晶片业可能会立即面临人才短缺的窘境。The government didn't support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over the last 10 to 20 years. Japanese electronics makers were downsizing their semiconductor operations, so people who were interested in the industry went to South Korea, Taiwan, and China. The number of university departments in the country specializing in semiconductors has decreased. 估计目前已有超过1400名员工进驻台积电熊本一厂，约1/4来自台湾。GSM 厂周围店家也特地进口了新竹米粉等家乡味。除了员工之外，化学公司、材料与设备制造商也磨刀霍霍，准备在蓬勃的半导体经济中分一杯羹。人员和工厂的进驻带动 GSM 所在的菊阳町小镇土地价格飞涨，数据显示该区地价已上扬了20%以上，道路也不敷使用。I think it's great the town is booming, but the traffic is so congested now. 彭博商业周刊指出，在美国和中国为了获取最新晶片制造技术持续对抗之际，日本要趁着美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重返自己一度称霸的赛场。除了大手笔补贴，日本也在北海道推动 Lapidus 计划，希望让日本再次在全球尖端晶片领域胜出。毕竟晶片已成为驱动全球科技产业的核心，无人机、战斗机、潜艇和导弹等军事科技也需要先进晶片。不少国家目前都认同一个观点，在一个日益敌对的世界中，投资晶片技术还是比完全没有应对计划强多了。日本首相岸田也因此访问了美国，在最近形成了美日非常重要的新同盟。这个新同盟里头，他希望能够加入 AUKUS 就是英国、美国跟澳洲。我们在昨天文茜的世界周报里头谈到，他希望美国同时能够转移一些高科技相关的技术给日本，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军工外贸。什么是军工外贸呢？过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国一些非军事的船舰是由日本维修的，这一次的日本的外相岸田他希望能够从事美国军舰和飞机大规模维修的机制，
然后另外关于日本本来日本的钢铁工厂称之为叫日本制铁想要并购 American Steel 美国钢铁在 Pittsburgh 工厂3月14号被 Biden 否决按下日本岸田首相呢本来希望 Biden 重新思考但这个地方根本牵涉到 Biden 个人的选举跟2024的大选所以在美日同盟的情况的气氛之下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办法谈而整体来讲美国总统这次是以国宴非常高规格的款待日本也代表日本和美国更进一步的一个关系重量级的商界领袖都参加了当天的晚会很多人说继巴菲特之后大家都开始看好了日本这里头包括了亚马逊的贝佐斯苹果的 Tim Cook 还有摩根大通的 Jamie Dimon 都出席了晚宴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国家元首间亦是如此。日向岸田文雄接夫人搭机飞抵华盛顿，是日本时隔9年，继2015年已故前日向安倍后，再有领导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正是岸田踏上美国土地后，日本媒体开始窃窃私语，难怪首相大人需要出访。A new NHK opinion poll shows the approval rate fo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s cabinet has dropped to 23%. The approval rate was down 2 points from last month, and the disapproval rate rose by 1 point to 58%. 岸田文雄成为拜登任内第5位以国宾待遇礼遇的外国领导人。南草坪隆重欢迎仪式是白宫替日向访美行暖场的开始。同一时间，日本媒体隔海关注的却是自家元首因执政党黑金丑闻继续下滑，再创新低的20%内阁支持率。他们更好奇，美日元首盛大合体真能重燃日本民众对岸田的支持吗 ？Over the last 3 years,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truly global partnership.And that's thanks in no small part to the courageous leadership of Prime Minister Kishida. 国際社会は歴史的な転換点にあります。将来にわたり平和と安定、繁栄を享受するためには、法の支配に基づく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秩序を断固として守り、岸田访美重头戏之一是在白宫与拜登举行的90分钟美日元首会谈。他在会后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达了日本坚决与美国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言明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繁荣与安全的基石，尤其剑指中国，重申日本反对片面以武力改变及胁迫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同时也再次言明维持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并清楚阐述美日防卫体制是美日同盟成立至今最重要的升级。岸田访美重头戏之二是拜登广邀200名宾客至白宫宴会厅共襄盛举，由夫人吉尔一手包办规划，名为“春天恩赐”的盛大国宴。从充满美日元素的场地布置、食材挑选，到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抗议、软银社长孙正义等美日商界名人在内，灌溉云集的现场嘉宾，都是即将迎来攸关个人能否连任成功关键总统大选年的拜登，为展示美国与同盟国之间坚不可摧的伙伴关系，给足岸田面子的友好展示。岸田也在晚宴上回以融入美国文化的英文致辞，明示美日应当建立不可撼动之同盟关系，并突破两国既有框架，勇敢向前。Let me conclude with a line from Star Trek, which you all know. To boldly go where no one has gone before. Boldly go. Cheers.事实上，岸田此行并非为了巩固美日两国传统上的防卫关系而来。
岸田葫芦里卖的药是为了替日本军工产业出口铺路，提振日本经济，挽救个人民调，向美国推销而来。Many Japanese seem to be so busy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making electronic goods, there's only one day left on which they can actually go out and buy them.日本在80年代初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竟比世界龙头美国，但却在1985年被迫签下由白宫主导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日银配合降息，从此催化日本国内不正常放贷激增，刺激房市非理性扩张，融景泡沫终究破裂，日本债务急速攀高至200%，从那时起全国上下为求快速还债，官方到民间不约儿童却于举债投资消费，日本经济自此走入失落的30年。时间快转至2024年，失落的日本即将再起了吗？日経平均株価は今日40,000円を突破しました。史上最高値を更新です。百日元大幅贬值，带来制造业与外贸出口的复苏，日本迎来经济复兴的绝佳良机。加上执政的自民党岸田政府进一步针对日本拟定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行第四次修订，允许出口搭载杀伤性武器的防卫装备，并放宽严禁把日本与他国联合研发的战斗机转让给第三方的禁令，让日本从此成为了可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此外，在岸田与拜登的美日元首联合声明当中，有一条内容清楚写明，完善允许日本企业从事美军舰船和飞机大规模维修的机制。経済については、まず世界の経済成長を共に牽引していく上で、双方向の投資の促進が重要であると。との認識で一致をしました。简单来说，岸田此行不只是希望美日两国能增加军工出口外贸，他同时也向拜登提议，希望能让技术精良的日本船厂从原本只能替美军维修非战斗性军舰，如后勤船舰，扩大到可维修包括驱逐舰、巡洋舰、两栖登陆舰在内等等美军战斗性军舰。日本としては。米国政府において法に基づき適正に手続きが進められると考えています。此外，岸田也希望能促成力争成为跨国企业，甚至希望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企业的日本制铁收购美国标志性企业美国钢铁的决定。岸田在白宫记者会上当众向媒体表示，两家当事企业已经在进行这项对两国来说都很好的商业谈判，但对拜登而言，美国钢铁所在的宾州匹兹堡是今年大选必须固守的重要摇摆州，想获胜，当地蓝领选票自然不能放手。这桩遇上政治现实的美日跨国钢铁交易，岸田几乎笃定吃下败仗。此趟访美，岸田除了留下风光上座的白宫晚宴和为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捐赠华府美丽的250棵樱花树，以及赴美国国会演说，得到从没在日本国会获得过的掌声及温暖，挥挥衣袖返国的岸田，或许就如同 NHK 随行采访记者在岸田结束访美行后所说的，尽管岸田此趟获得了白宫十足礼遇，只怕不具任何拉抬国内支持率的效果。岸田支持率在访美行后不升反降16%，上任2.5年来的历史新低点。晶片战争，美国要重振半导体业有多少困难，有没有可能性？台积电移到了 Arizona 两个厂，在当地最大的外资总共高达650亿美元，
而这成为一个最大的投资。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三星电子最快下周也宣布对美国的晶片制造投资$440亿啊，这440亿美元里头也代表华府要把半导体生产带回美国标志性计划，韩国就立刻的配合。但是韩国的三星跟过去台积电在美国 Oregon 是不一样的情况。三星在德州，以前过去是在德州，他最近也准备到 Illinois 呢去进行电池厂的计划。三星在德州过去的记忆体它是赚钱的，因为德州的电力很便宜，而三星的国际布局进行的相当的早。他过去因为韩战的关系，有相当多的韩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很早就成立了技术学院，在美国招揽人才，回到首尔培植，并且跟首尔的三星电子等等进行很多的结合，最后再派回到美国去，变成当地很多三星的比如像记忆体这些工厂的主要的主管。所以他很早就进行了国际布局，这一点跟台积电被迫移到 Arizona 去，并没有国际的人才的培育跟一个技术学院而做了国际的布局，这情况是并不相同的。目前为止美国进行了补助计划，如果了解国际经济史的人就知道说，这将是美国第一次向自由主义经济 say goodbye， 然后呢国家介入产业的补助。过去美国最经常批评所有亚洲国家，不是只有批评中国，也批评来台湾，也批评过韩国，也批评过日本，都说你们都是国家补贴的，是由 state来带动这些产业的生产，这都是亚洲所以成功的原因，这是东亚经济的一个秘诀。而美国这一次的晶片与科学法案里头完全看到了这一点，在它的降通膨法案里头也是如此，在晶片与科学法案里头就是直接补助这些半导体产业，在降通膨法案里头就补助消费端来拉动新能源的汽车产业等等。所以美国等于是向亚洲回过头来学习，知道说我这一套是不行的。4月8号，台积电成为美国依据晶片与科学法宣布于2024年发放补助款的首家海外半导体巨头。根据双方签订之备忘录，美国将直接补助台积电$66亿，且额外提供$50亿联邦贷款，约$120亿，折合新台币3800多亿的巨额拨款公布之后，台积电在官网上以一纸新闻稿遥相呼应，表示将在亚利桑那州其一二厂后再盖。计划于2030年底前采用2纳米或者更先进晶片制成的新三厂，因此在地总投资额将从$440亿拉高1.5倍，来到$650亿，是亚利桑那州历来最大笔海外直接投资 FDI， 也是美国至今总额最大，所谓从零开始的绿地投资。三厂消息一传出，便有台湾半导体设备业者告诉国内媒体，早在美方最初力邀台积电赴美设厂时，就已经有了新建3厂甚至4厂的规划。Today I'm signing the law,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That the future of the chip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made in America. It's a little hard to hear, Jim. I think you know TSMC is the leader in this manufacturing, and I, you know, AMD, Nvidia, Apple are some of their biggest customers.But the important thing here, I think, is AI is a game changer. The demand for chips, not just from TSMC, from Intel, from Samsung, is going to go through the roof. And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this p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AI 发展的势不可挡，尽管也是美国需加快高端晶片在地化生产的理由。问题在于喊出囊括全球20%高端晶片产能的远大目标，在6年后的2030年可能实现吗？美国晶片科学法过关1年又8个月后的现在，为美国政府点头拨款的大型晶片商共计3家。2月，美国自家晶片大厂格罗方德获$31亿政府拨款，表示将用来增设新厂或扩建旧厂，但不争事实是，格罗方德早已介于台积电独占地位，退出高端晶片制程，转而专攻成熟晶片制程的多角化经营。3月得主英特尔现金补贴$85亿，联邦贷款$110亿，共计$195亿，预计年底发放，成为晶片法补助款最大得主。
然而在商务部正式公告的一个月前，英特尔已经推迟了2022年破土动工的俄亥俄州新厂原本定于2025年初的完工进程。 Intel 当时表示，官方拨款过慢，耗资200亿美金的大工程必须延后近两年，至2026年底启用。台积电宣布三厂计划后，英国金融时报专文报道写得直白，到了2026年，市面上绝大部分 AI 产品应该都已在使用3奈米晶片，一厂设定的4奈米显然将达不到要求。到了2028年，辉达在内等主要 AI 晶片设计商更可能已把设计主力升等至了2奈米晶片，台积电凤凰城二厂的3奈米规划届时便显得没有意义。三厂定下的2030年启用，在亚利桑那州既有问题不变下，自然也有难度。 What's the most challenging location where you're trying to build a factory right now? I think Arizona is the most difficult. Regulations and the culture is different. We have to adjust to local culture and different employees. Why the decision to do the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in Arizona? Our leading edge customers are mostly American companies. So to serve their need in their home country, that's the objective.三星问题一样，尽管据传将紧接在台积电之后成为晶片法补贴下惠得主，或拨款60至70亿美金，但三星四奈米德州厂量产时间也已从2024推迟至2025。显然，无论是美系半导体厂英特尔，还是非美系半导体厂三星、台积电，美国本地半导体厂完成进度的无法如期，是拜登想落实晶片在地生产的最大阻碍。加上姗姗来迟。的政府补助也都得等到2024年下半才开始正式拨款。对比台积电熊本一厂，花费20个月就完工，熊本二厂定向2024年底新建，2027年启用的3年规划。日本的复兴半导体大梦，并非锁定高端半导体，而是全力冲刺成熟制程。且日本在成熟制程的供应链本就完整。反观美国，不只是技术人才欠缺，先进晶片设厂所需的一切材料设备全部需要外援。美日两国半导体复兴竞逐大赛，还是老话一句，务实才能圆梦。美国的劳动效率必须提高，有亚洲的竞争力，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复苏及部分制造业才可能回流。如果我们来看这几年对于半导体晶片产业的补贴来看，其实最高的还是韩国4510亿，然后中国是1430亿，美国是520亿，这次欧盟是462亿，日本260亿，刚我讲的北海道的部分，德国这次也要招揽台积电去215亿，印度100亿，法国31亿，台湾是由台积电自己出资相关的研发费用，但是台积电刚开始的资本是由国家出版的，是由国家出资的。在先进的半导体市场占有率里头，台湾相当骄傲的，在2023年的时候占了68%，预估到了2027年会降低到60%，这是晶片战争的结果。韩国差不多，美国会上涨，从12%到17%，日本从0%会变成4%，中国从8%。可能会降为6%，未必会有太好的一个市场。更值得注意的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在全球人工智慧投资的前十名国家，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呢，吃的是1973年成立的工研院，1985年张忠谋回来，1987年台积电成立，我们吃的是一个非常久，50-60年前的一个老本。那新的是人工智慧，所以人工智慧的投资在很多国家里头是过去5年，可能从2019年开始就大幅的投资，有的从2010开始。我们做一个整理，第一名是美国，它总金额这么高啊，是3285.48亿美元。中国也投资1326，但是比起美国仍然是少。英国是255。印度是160亿，这是为什么印度在亚洲 AI 里头排名第一的原因。德国是143，加拿大也很强124，韩国也很强103，法国101，瑞典82，新加坡是70.05亿。在台湾的部分呢，我们做了一个检查，2024年之前台湾政府没有编列 AI 计划的任何金额，在2024年之后每年300亿，共10年3000亿，这是指台币。那么如果换算成美元的话，
五年才美元47亿，远比新加坡的我们刚刚看它已经投资2019到2023年的70.05亿要更少。而之前的 AI 只有行动计划，四年是366.24亿的台币，只有美元11.4亿。所以台湾在国家的政策里头，比起我们过去扶植半导体、扶植台积电来看，是在 AI 部分严重落后的一个国家。但这不是台湾竞选的主要议题，这就是这个国家衰落的核心因素，所以选民是有责任的。好，2023年的半导体的研发支出最多的国家，在晶片战争里头第一名是美国，它研发支出的占销售额的18%。所以你看晶片战争一个一个下来，荷兰也16%，德国17%，法国15%，大家全部投资非常多的钱。所以不要以为今天台湾在半导体里头的领先跟成功，在未来就必然是还留在台湾。如果你看半导体过去曾经是投石吧，曾经是 Intel， 曾经是三星，然后是台积电，每个都做过巨无霸，有一天他也未必不会换人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早在4月12号的时候，美国就已经提出了警告，伊朗可能在未来两天，也就是24到48小时里头攻击以色列本土，而伊朗确实的进行了攻击。在这场攻击战争里头，伊朗德黑兰虽然传话给美国不会升高太严重的危机，可是它的条件是以色列必须在加萨走廊休战。而以色列完全没有愿意在加萨走廊休战的情况里头，这场战争就从以哈战争卷入了伊朗。而伊朗很可能是一个拥有核子武器，而且他确定拥有非常多的无人机，尤其是拥有高超音速导弹。所以美国在这一刻马上保护以色列。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美国已经重新部署2艘驱逐舰至中东地区，其中一艘会携带神盾飞弹防御系统保卫以色列和当地的美军。Do you think an attack on Israel is from Iran, Mr. President? I don't want to get this secure information, but my expectation sooner than later. What's your message, Mr. President, to Iran right now? Mr. President,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Iran in this moment? Don't. But Iran isn't listening. That's off the volume.Iran tonight launched a swarm of drones at Israel as air defenses lit up the sky and exploded over Jerusalem. 以色列当地时间4月14日凌晨1:45左右，刺耳的警报声划破耶路撒冷的夜空。Well, we're hearing quite a lot of activity now. You can obviously hear the sirens. We've been told by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that they are prepared for a scenario. They warned that there would be sirens heard across Israel when these drones started to come in. We're also hearing the sound of explosions as well. We've seen a lot of what looked like air defense interception systems over Jerusalem, and we've heard explosions as well.华尔街日报说，伊朗和以色列已经打了几十年的影子战争，这是伊朗第一次直接从伊朗领土上瞄准以色列。Tonight, Iran launched a large scale of coordinated attack on Israel. The regime in Iran fired a massive swarm over 200 killer drones, cruise missile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towards the state of Israel.It's a developing attack that is unfolding in slow motion. The drones take several hours to travel roughly 700 miles from Iran to Israel, giv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its allies time to divert, jam, or shoot them down. So far, we have intercepted and are continuing to intercept dozens of attack drones as well as cruise missile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outside of Israel's border. 以色列国防军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约300枚飞弹，有99%被拦截，也就是说还有漏网之鱼。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空军基地还有南部的内瓦蒂姆空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此次主要攻击地点还包括戈兰高地，这是一个与叙利亚接壤的战略地区，近60年前被以色列并吞。伊朗军事攻击发生后几小时，伊朗人聚集在德黑兰庆祝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南部大片地区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响起了更多的空袭警报。以色列、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领空皆被关闭。伊朗的对手主要是美国和以色列，几十年来一直避免对伊朗进行直接军事打击，不希望与德黑兰发生冲突。双方长期透过代理人进行了一场长期的影子战争。以色列曾秘密瞄准伊朗境内的军事和核设施，并杀害了指挥官和科学家，即使这样也从未正面对决。 In February, the president welcomed home three American soldiers killed on the Jordanian border in drone strikes by Iranian proxy militias. The US airstrikes which followed stopped further attacks. 冲突旋即止步于此。这并不是美国害怕伊朗，只是美国意识到任何针对伊朗的战争都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战争。纽约时报报道，伊朗拥有中东最庞大的弹道飞弹和无人机，其中包含巡弋飞弹和反舰飞弹，以及射程可达2000公里的弹道飞弹。伊朗有能力和射程打击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任何目标。伊朗也不愿正面冲突，继1988年毁灭性的两伊战争后，伊朗一直避免全面战争。为什么这次伊朗不忍了呢？ Iran says the attack is revenge for an airstrike on Iran's embassy compound in Damascus nearly 2 weeks ago that killed 7 members of Iran's Revolutionary Guard, including 2 top commanders. Although Israel has not acknowledged involvement, it is widely believed responsible.That's the elite branch of Iran's Revolutionary Guard in charge of overseas operations in support of Hamas and Hezbollah. Israel has killed at least 18 Quds officers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nd its surviving commanders have demanded a response.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伊朗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固有自卫权，回应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和导致伊朗军事顾问死亡的袭击。声明指出，对以色列的袭击可以被视为使馆遇袭事件就此结束，暗示不会再发动进一步的攻击。Iran says the matter can be considered concluded.For now, but their UN ambassador says if Israel uses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 the next retaliation will be even stronger. 声明最后强调，这是伊朗和以色列流氓政权之间的冲突，美国必须远离。Hours before the launch was detected, President Biden today cut short a vacation weekend in Delaware, returning to the White House to consult with hi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在与纳坦雅胡紧急通电话之后，拜登发表最新声明说，他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明，美国将继续帮助捍卫他们的盟友，并且召集 G7 领导人会议，对抗伊朗厚颜无耻的攻击。这正是纳坦雅胡想要得到的结果。纽约时报报道，继4月1日以色列的空袭造成7名世界中央厨房人员死亡后，拜登透过电话告诉纳坦雅胡，美国会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除非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4月7日最新民调，71%的以色列人希望纳坦雅胡下台。对纳坦雅胡而言，下台意味着可能会因贪腐案坐牢。为了继续坐在总理位置上，他甚至不惜空袭伊朗驻叙利亚使馆，意欲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他或许觉得他得逞了。从在伊朗攻击后，纳坦雅胡发出的第一条推文可以看出，他说：“我们拦截了，我们阻挡了，我们将一起取得胜利。”
美国本来预期大概联准会会在六月份的时候降息，但是最新公布三月份的 CPI 高达 3.5%， 核心 CPI 就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高达 3.8%， 这使得联准会最早降息的时间将会在九月份。而美国前财政部长也是前哈佛大学的校长 Lauren Summers 甚至说美国联准会可能会再升息，这重重的影响了本周的股市，这也使得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在本周高达了3.19%的涨幅。我们待会儿到文件室直播。通膨指数的大升导致大家认为联准会不会降息的情况之下，美股周五的指数下跌了 1.24%、 1.62%、 还有 1.46%。 那么这次通膨主要的原因是石油价格的上涨，这跟伊朗很可能在48小时或是很短的时间里头攻打以色列导致石油价格大涨是有关系的。美股一整周都是出现下跌的状况，除了 Nasdaq 小跌了 0.45%， 道琼斯大跌了 2.37%， S&P 下跌了 1.56%。 整体而言，这是2023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而黄金的价格就在这样的一个战争气氛之下已经升到了一盎司2374.1的价格，升幅 1.22%， 美元仍然升幅 1.67%， 因为这是一个战争的焦虑不安人士联准会要不要升息要不要降息的问题。在半导体的部分， Intel 下跌了 7.8%， 跌幅非常的高。台积电在这个时刻因为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营收增长了 16.5%， 所以台积电本周逆势成长了 0.82%， 三星电子跌幅 4.35%。 在 AI 的概念股里头， NVIDIA 仍然相当的强，涨幅 0.2%， AMD 跌幅 4.19%， Supermicro 跌幅 5.22%， Microsoft 跌幅 0.85%， Alphabet Google 涨幅 3.41%。 在 Amazon 的部分呢，本周涨幅 0.57%。 Amazon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我们下礼拜为大家做出相关的一些报道，在本周有很多重要的一些发展。 Apple 涨幅 4.11%、一口气涨幅非常多，因为大家觉得低估了 Apple 的这个潜在力。在本周的科技股价里头， Tesla 继续涨幅 3.73%， Meta 跌幅了 2.93%， 上礼拜它是涨，这个礼拜就是跌的。比亚迪继续上涨了 3.22%， 新能源车所向无敌。待会我到文清世界财经周报。